对不起。第几次穿越了过去，方才是我语气重了些。没事，我好幸运，是我先瞒着你在先。你会在这几才相遇，你好好想想，在改建童童和奶奶家的时候，我是公主还是独料匠，在环彩院，在红尘客栈，在慈幽院，在张员外家，我到底是公主还是独料匠啊？在宫中我是公主，可是我现在出来了，我便只是独料匠，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不应该是公主所做之事，甚至连你都不理解。我并非不理解，只是一时之间我真的难以接受。以前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，我心急，我怨愤，我刻意冷落你，反而是何之谷的出现使得我意识到不该这样，所以后来只要你不说，我绝对不会提。如今你我坦诚相待，我便心满意足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。不管你是公主也好，是独料匠也罢，在我心里你就是陈朗月，是我喜欢的人。不过倒是你准备好了吗？喜欢我这样一个小小的独料匠，当真不后悔？还真有一点。来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以后无论有多少人挡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，谁都不许逃，好不好？好。飞去你的怀里，闻一闻你的心。那草民可要对公主无礼了。一滴一滴生死相许。